哇！人素质真的差。Apple pen, I have a pen, I have a pen. Pineapple pen, apple pen, pineapple pen.
pineapple, apple pan. Pear pineapple, apple pan. PPAP.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apple pen. I have a pen, I have pineapple, pineapple pen, apple pen, pineapple pen, pen pineapple, apple pen. Pen pineapple, apple pen.PPAP. 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Apple pen. I have a pen. I have pineapple. Pineapple pen.我现在做完了，但是我怕大家可能没听懂，跟大家讲解一下我的游戏设置。首先游戏的主题非常明显，就是超级火柴儿。当然很明显啊，灵感来源于超级玛丽。名字有点丑，好，大家不要吐槽。然后游戏里面的设置 BGM 很明显啊 ，BGM P P A P 就是那个 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ooh, apple pen 的游戏。我觉得那个节奏很强烈，所以也适合用来做这个背景，也很有那种电子游戏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对抗，它分屏是这样子的，主屏嘛，就是第一幅，它肯定是一个，这里，super 火柴，然后一个进游戏之后的一个小的背景，然后第二幅图就是一个选关的一个过程，这里比较明显，选关，一共分了三关，从第三幅图开始，它就是那个每个关卡的一个讲解了。它就有人设跟比如说那个怪物攻击的人设跟那个火柴自己的一些绝招啊这些东西。比如说第一张图它是这样子的。第一张图所关的就是那个超级玛丽里面很经典的那个神花，我简单玩一下就行了，很经典的神花，最主要是在括号里面说话的内容，这个真的有点欠打。大家如果了解的话都知道，因为小姐姐这个话真的很欠打。还是告诫各位粉丝，不要叫小姐姐，绝对不能。所以他对抗小姐的就是他经常喜欢说的那句话：“哇哦，你的素质真的差，对吧？”好，第二个。第二个关卡还是用的是那个超级玛丽里面天空的那一关。那一关呢，我们首关的，大家如果看他视频，当然这个视频好像已经比较早了，就是美发娃娃的那个视频，我专门去翻了一下，这是娃娃，他是美发娃娃里面一个不算是彩虹头发吧，反正是一个厨师。但我因为画的丑嘛，我画人特别丑，厨师的攻击内容就是还我发型。然后第三关首关的就是也是从那个视频里面来的。第三关它是那个就是地下城与一些机械的那个关卡，我专门去找了一下。然后第三关首关的是我们的那个撕裂熊的二代，而且是他最讨厌的粉红色，因为他被撕裂熊二代那个味道骚扰的真的是对困扰了几天，而且这个还是端盒的，所以说这一关的就是香气攻击，香气攻击。这三关呢肯定有关卡才有对应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嘛，比如说这一关我们刚刚说了，就是那句口头禅，素质真的是差，经常说我们素质差。这一关嘛，美发娃娃吧，但是我一时想不起来，结果我想了一个很绝的，哎，美发娃娃你闹吧，你闹要还你发型啊，那就不买你啊，所以我用 LOL 嘿嘿。然后嘞，香气这里嘛，也是你看动态里面会有那个非常好看的那个独角兽，这个就简笔画很丑哈，大家理解一下。对，然后三关有对应的关卡，但最后这个地方，拔旗子这个地方就是超级玛丽非常经典的拔旗子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对，就是我们的海王满大人，相当于闯过了哇各种关卡之后，最后迎娶海王满大人，所以最后的语音就是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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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整个设置就是这样子一个圆满的结局。我是第一次做这样子的视频，我不知道最后效果怎么样，反正我尽力了，我觉得我可能把我半个月的脱发量都用在这上面了，这半个月不能再思考了，我呆呆的当一个呆瓜，不然。
个发量怎么办，秃了怎么办啊。